西里子被那个风污染。
又是什么东西？我怎么？是条公牛。怎么可能？
了解他。也有可能。旁边应该是公安局还是国安？但是我说了。
里边得怎么改装？这也是辅助东西。看你们说的
这边的这一带啊，这一带的房子，你发现它不是中国建筑的风格，
就是当年外国人根据各自国家的风格建立各种各样的房子嘛，所以这一代被称作为叫换国建筑博览馆，啊，是外国人建的房子啊，就是以前我们所说的租界了，租界。这边是这一带是菲律宾西界，因为西边有个黄土高原嘛，就是西边是热的。Thank you.
负担，左边一个月，对，比较大。它上面的格局，它是。跟他的又不一样。音符都不一样。跟那个不一样。
直接买单，那边直接买单。
着急马上过来了，不知道谁是谁。
那么，哎呦，我这个。Thank you.